五拆围攻生意男酒店天眼影势。嚟自智利嘅佢同班南美同党上个礼拜一晚去到尖沙咀马可波罗酒店揾食。佢哋睇准咗呢个等紧朋友倾生意嘅48岁中国籍男人，一个就搭讪分散注意力，两个就做天文台引开保安注意。坐喺对面嘅同党一见时机成熟，就同佢打眼色。好彩眼未睄到，抢嘢啊！个一红一白嘅袋先保得住，个48岁嘅贼仔被酒店职员捉住。由于最近尖沙咀发现好多单同类嘅 case， 警方就话唔排除同佢哋有关，仲追缉紧其余四个同党。二亿元巨制穿越时空，由明朝打到现代 ，3D 冰封盒重生之门，4月17号奇侠 3D 复活。